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2点到4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星空点大声，人在思念，今色的爱情会孤人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1800-799-77-138，现场电话1800-799-77-138。来，阿宏继续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啦。这个算讲北韩办公室，民进党伊伫咧讲啦，伊讲哦，一定哦，伫咧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个存在啦。哎呦，鸟哎，你说鸟鼠靠鸟啦，啊，这加有心吼，啊，因为民进党再来，唔捌讲要统一中国，对不对？民进党有讲要统一中国无啊？啊，咱中华民国诶，这个宪法就是要统一中国啊。啊、民進黨，你們要統一中國沒有啊，對不對？連咱進前那個新聞在說的時候，民進黨的這個馬英九做總統的時候，六年有幾年的時候，國慶有去的時候參加國慶沒有啊，连迄阵进前，咱所看的民进党选调，对不对？迄爱踮咧国父的头前踮咧宣誓，结果有啊无？有诶，有啊无？有啊无啊？吼，即个咱拢有看的啊。
啊，要甲人选举，要调，啊，要甲人做，哈，啊，对国父的孙安尼啊，这个宣誓阁无言啊，你甲想看嘛，像这种的党啊，吼、哦，对不对啦？啊，什么咧？伊要一直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个存在，呵呵啊，进前讲的孙安尼啊，国民党打输走赢来台湾，对不对？中华民国就死啊！那民进党的拢嘛安尼讲的，对不对啦？啊，啊，咱即马都甲夜饭时都甲堵鸟哩，哦，对不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将可能头一遍以民进党主席的这个身份参加今年国庆大典。不过，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条就质疑啊啦。蔡英文前后做过六年民进党的这个主席，吼、哦，将来无参加过国庆大典，无正视中华民国的这个存在的。那么，蔡英文应该说明过去无参加的这个理由，或者是讲向社会啊来道歉安尼啦。人伊民进党要安尼无？人伊要冒赢的，对不对？伊要冒输。伊即马机，即马的孙安尼，2016年可能因会阁做总统啊，所以呢，孙安尼，你甲看对因有利的，因就开始要做啊哩；啊，对因不利，因就无要做哩。民进党是这种的党。啊，对不对啦？那么对这个民进党发言人陈文平，今日八日就是昨啊，受访的时表示，民进党一直拢捍卫中华民国的这个存在安尼啦。哎呦，鸟鼠靠鸟都皆有情啊哩，哦，对不对啦？那么，而且过去嘛，主张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要统一，恁有讲统一无啦？哈，恁有讲统一无啦？哈，啊，恁有讲统一无？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哈，啊，恁进前毋是讲的顺安尼啊？要独立啊？国语文，恁的这个东江国语文啊，对不对啦？是不是还有独立的？哈、啊？啊，奇怪呢！党的党纲，啊，是要独立的，所以我感觉真矛盾啊！民进党的真矛盾，哈奇怪，大家都要选好伊，我就感觉真奇怪，哈、啊。啊，无安尼无就规去独立嘛，好大就发独立嘛，对不对？你若发独立，我嘛赞成哦，对不对啦？啊，你都唔敢，是毋是安尼？那么，而且主张一中同表，这才是国人。上个质疑的所在啊，啊，啊无维持现状，大家呐欢喜甲靠背去，因为无的时阵安尼维持现状，大家拢不利啊，啊规气拢卖讲啊，卖讲统一啊，吼、哦、对不对啦？维持现状啊。人阿强的是不爱怕你啦，若要怕你，讲遮说你几个台湾，是毋是安尼？那么洪秀条应该对过去的这个相关言论做清楚的这个说明呢？说明就是恁民进党的说明。恁民进党爱说明，人伊是国民党，国民党拢主张要统一的，吼、哦、对不对啦？啊，人伊拢从头到尾拢中华民国的，恁迄阵啊的时阵啊，甲国宽敏的时阵啊，都画的时阵啊，台湾独立的啊，对不对啦？
啊，就是独立袂起来，无法度，对不对？是毋是安尼？是毋是恁安尼啊？这个民进党发言人陈文平，是毋是安尼？啊，无恁咧东港闹迄个台湾独立，诶，这个宣言啊，对不对啦？国际文啊，迄毋是算宣言，对不对啦？好啦，到这结束，予大家了解民进党的这个罪人啊。来，隔壁同款听阿宏唱首啊歌的啦。嘿，嫁唔着人，好来。要笑嘛笑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是你晓向来变卦，怎样讲我无心肝？是你，是你违背我。想到的畏寒，世间亲像你这款人，谁人敢嫁你？只是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要笑嘛笑袂出来，要哭嘛哭无目屎，伊是山明甲海誓，如今放我孤一个，是你是你违背我。我痛苦受拖磨，世间亲像你这款人，谁人敢嫁你？只是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是你，是你违背我，予我想到的畏寒。世间亲像你这款人，谁人敢嫁你？只是糊涂，予你来骗。负心的人，我要找你。